基隆市长参选人陈维仲跟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江欣宜一起到谢国梁的办公室拜访，期盼透过公开市政辩论的形式，让市长选举聚焦于愿景跟政见。那其实老实讲，这次我的参选是要代表青年世代来跟所有的候选人进行一场就是有品质而且深度的政策辩论，让市民可以透过公开的机会，可以来呢透过辩论来选择，就是我们真的认同而且能够代表我们的基隆市长。我们尽快来协商这个辩论的方式。是，因为基隆哈，我这次要参选的时候，我也跟议员报告一下，就是基隆大概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过市长的深度的政策的辩论，我们一直都有的就是一个公办政见的发表，谢谢。我们一直都有的就是一个公办政见的发表会，不过我是觉得说，真的要靠像总统大选，或者像美国总统，最爱看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或者中央大选，这样才可以把一些政策能够大家具细民意的讨论清楚，让市民选出最适合的候选人，所以我也接受他们给我的，不管是邀请还是承诺，对，邀请我们尽速来讨论一些细节哈。是，那我想先跟这个陈维仲议员来辩论，然后接下来有更多的参选人的时候，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一个辩论的机会，就是深度的辩论，让市民可以多了解每个候选人，因为这个是基隆政坛应该要有的一件事。是，那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哈，因为真的是基隆是非常难得有这样的深度的辩论的机会，那我们也希望是说可以像非常多的进步国家一样，我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开的角落，跟市民一起一讨论我们的政见是什么，那甚至透过辩论的过程，让市民选出真的能够代表自己的市长候选人，而不是只是口水之争哦。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骂来骂去没有意思，还是要真的有辩论啊。是，所以是先一对一。对，我觉得可以先一对一先试试。我认为其实跟所有市长候选人都可以，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对，其实我们是希望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政治文化。可以讨论了，我是开放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晓得其他人的意愿，我也不勉强大家，所以了解。如果大家都有意愿，大家都一起来辩论，这样会更好。对。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